声，谢谢。咱奥利熊后天吼卡拉 OK 歌唱比赛，今晚内定组第28号参赛的朋友即将来到我们的台上了吼，来邀请到了这一位呢，哦，今天有准备了哈，来简单跟大家 say 个 hello。哎，咱都多少电视过啊？吼，互相代鼓励一下吼。谢谢大家，马上带来的这首歌曲《紫雨伞》。紫雨伞，热烈掌声给我们第28号奥利熊好听卡拉 OK 歌唱比赛哈。那今麦进行呢，这个成人组的部分在第28号，接下来呢还会有一些精彩的一个安排。也感谢现场所有的好朋友持续在现场呢，跟我们有更多的一个互动哦。
九号参赛的朋友，现在可以准备上台了哦。今天呢，我们在成人组的部分，你也可以感受到呢，我们整个后里地区就是一个高手云集啊。来，简单跟大家问候一下。主持人，然后那个评审老师，还有音控大哥，大家辛苦了。我是29号陈柏龙参赛者。这么有礼貌，还在念书吗？没有啊。已经出社会了。OK， 我看错了。我的眼光其实是蛮高的。平常有在保养。真的很不错呢，好帅气的一位男孩哦。来，演唱的曲目是李圣杰的《痴心绝对》。掌声有请。好让你们做爱每一天，暗恋的滋味，你不懂这种感觉，早有人别的人不如你如何？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，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，你不懂我的。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，为你付出那种伤是你永远不理解，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，你又何必追我的防备，今天晚上门来不是我的泪，明知道让你他的世界不可能会，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，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。爱只是愚昧，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，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。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，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，直到那一天。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，曾经我以为我自己会后悔，不想爱得太过痴心绝对，为你落地一滴泪，为你做任何改变也换不回你对我的坚决，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，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，你又何必追我的防备，今天晚上门来不是我的泪，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，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，直到